林峰又有新搞作，嚇到 fans 失魂啊！个蜡像好真啊咧，仲有大把受害者啊！坐喺度吓人都未算最精彩，可以近距离见到林峰，就算被整蛊都无所谓啦。他原本想连林妈妈都找不到，可惜穿了煲。好了好了，是时候收拾心情，皆因湖人季前训练营九月尾开始，对争正选席位很重要的。说起 NBA， 怎可以不提美国男篮呢？他们礼拜二在世界杯八强大炒斯洛文尼亚119比76，将会同立陶宛争入决赛。